各位未来粉们，记得追踪 IG 以及粉丝专页，搜寻未来男友力。当时他们来这个地方探险的时候，却在这个地方，在上面有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似乎很像是人在讲话的声音。不过现场非常偏僻，附近又没有住户的状况下，他们却听到似乎有人在讲话的声音。这是有火灾过吗？它这个龟裂的痕迹啊，是每一片都均匀，代表它可能受热完之后，然后在山上有冷风，然后遇热之后它冷却裂。鬼怎么了？软骨过来。文殊寺。这一间很特别哦，这边怎么会打开了？当时他们来到现场，然后有听到怪声，我在想会不会是刚才我们遇到的那边那个草丛盖那边动了一下。什么动了一下？是有东西在里面的声音。盖那边有声音，你没听到吗？好像有脚步声。啊？出去看看。好。正巧是呢。那个草堆那边，有个，要不要先往那个刚才有火烧的那个地方过去？先去那边看一下。哥，我们刚才在旁边拍摄到一半的时候，就是听到那个声音，但是出来这个草丛之后，也没有发现到什么东西。唯一有发现到的就是这个地点似乎白天很多人来打那种生存，就是有一些瓦斯罐，但是刚才那个声音感觉又不太像是那种瓦斯罐在地上晃动的声音，就很奇怪。这里有一个军徽，我先把夜视关掉。好像是那一个方向。这里。哇，这边空间好大。怎么了？有一个手套，哇，这一个
当时应该烧得很严重，这黑的程度还蛮夸张的，全部都是欸。民国1996年4月，没有，这应该是后来有人写上去的，因为这边废弃的时间超过很久了，应该是有人来这边打生存的时候写上去的。它这个旁边这边，哇，这里就整个都是山区了，哎，你们看，超偏僻的。走，回到我们从外面那边走 ，King， 走外面那一边。应该可以走，回到这边，那边有洗手台，小心哦。洗手台怎么坐在外面？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像会放洗手台，那旁边还是另外一间。Ken， 你要干嘛？不要再过去了。啊？那边不要再过去了。那边又没什么。那边不要再拍了。二哥，听说他不要过去了。你是会怕是不是啊？没有了，那边就不要再拍了。你会怕的话，不然你就先下去，因为那边还是要拍。我就跟你们说，那边不要再过去了，你听不懂。我跟你们讲。我先过去拍。你这边先拍一拍，我看看是怎样。嗯。King 突然间拍到一半说他不拍，我先带你们过来看一下哈。哦，原来里面这里是厨房，难怪外面这里有洗手台。刚好像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看到什么？我刚要走出来门口，你们走过去的时候，看到那边不是有一棵树吗？前面那棵树吗？嗯，我看到那边感觉有一个人探头过来，只有头而已，脚在抖哎。对啊。怪啊，你以前都没有看到过。没有，今天进来我就觉得怪怪的。先下一次。你说你是刚刚从那边走过来的？对啊，就这个门走出来，我看你们往前走，我听到后面有一点声音，我就回头看。就我转回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边有一个头的形状，然后眼睛往这边看，然后我刚好跟他对到。你确定没有看错？没有。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人，但是不可能。很清楚。眼睛还蛮清楚。刚在暗示李恩，他好像听不太懂。哇，旁边这里还很大呢，整个都是树丛。这里还有两个洗手台。
这一间整间都烧过哎，也烧得太严重了。这里还可以下来。哦，什么东西？我听到声音了。三个洞口哎、欸，那个包是什么？很像是那种水沟还是储水的地方。哇，这边看起来有点毛骨悚然，整个一直在起鸡皮疙瘩哎、欸，整个一直在起鸡皮疙瘩。先回去看他们讲的怎样，听见包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好好的，人呢？是怎样？他是怎样？他好像被吓到了。嗯。我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么爬。嗯，所以现在是他要先休息吗？先出去好了。好，我跟你讲一下，那边我有发现有一个树丛，那边气氛有点怪怪的。对，先出去。好。好。你先去旁边那边一下，你先去旁边。鬼哥他是怎样？被吓到？嗯。啊，现在是先暂停拍是不是？先暂停。